青年女子回家途中突发意外，腹痛不止。一次疗，流了好多血。出血量的话，可能在300到500毫升一个小时以内，出血的速度和量还是非常大的。入院检查，医生发现致病元凶。出现 DIC， 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话，这个病人的话，死亡的风险会非常的高。不管是切子宫也好，切啥子，只要把这条命保到就行，我就说。一次意外的怀孕竟然让女子接近生死边缘，这种常见疾病为何成高发趋势？平安365急诊24小时即将播出。动1822次列车是广州南开往成都东站的一趟动车，2019年3月28日晚上7点，列车刚从重庆西站驶出没多久，正在巡视车厢的列车长邱平突然遇到一位旅客寻求帮助。我巡视车厢走到6号车厢第5排的时候，然后一位女士找我求助，然后当时她的脸色苍白，然后声音都比较颤抖。车票和身份证给我吗？你是自己发现的吗？是一上车就是这样的吗？不是，就是刚才就一直聊一直聊，流了好多好多血。他给我说他身体感觉非常不适，然后下身流血不止。我听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车上就立即广播寻医。病人名叫蒋世先，39岁。列车长邱平看到病人的病情较为严重，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他立即跟前方最近的永川东站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当天我们接到动1822次列车上有一位女士大出血，感觉情况特别紧急，我们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由中控员拨打120急救电话，客运值班员与列车办理交接，通知客运人员拿担架上站台做好旅客的前期救护。那边有个旅客，有个病人。对。经了解，蒋世先是四川内江人，和丈夫一起到广州打工，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几天前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怀孕6周。和丈夫商量后，独自一人回老家休养，没想到途中突发意外，因为丈夫远在广州，无法及时赶回，工作人员和他的妹妹蒋世翠取得了联系。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姐姐不好，有生命危险，要动手术。当时我都没注意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姐夫，我讲姐夫你送我他在永川。患者当时神志是清楚的，他说停经有40多天，然后反复的腹痛，下腹痛有差不多1周。患者当时主要考虑就是一个失血性的休克，出血量比较多。我是急诊科抢救室嘛，我们那边在高铁站接了一个大出血的患者，需要马上请妇产科的医生和急诊科的医生在科室做好准备。行，我知道了，在路上，患者生命体征，这边怎么抢救。很快，患者被紧急送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我们救护车到达急诊科以后呢，立即把他送入了抢救室，进行了这个吸氧、心电监护，进一步的稳定生命体征的处理。患者39岁，本次停经有40多天，下午。当时来医院的时候，病人精神比较萎靡，脸色的话比较苍白，然后血压的话大概只有60到90左右。听病人描述的话，他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以内就用了5张夜用的那种卫生巾，出血量的话在可能在300到500毫升一个小时以内，出血的速度和量还是非常大的。考虑到患者的身份特殊，袁医生立即安排医护人员通知妇产科和放射科的值班医生前来会诊。20点35分我就赶到了急诊科，他当时生命体征是平稳了，但是阴道流血还在持续的出血，屁股内一部分的床单都是打湿的。此时距离蒋世坚发病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过度的失血使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更为要命的是血液还在持续的从他的体内流出。如果继续的出血，很快病人可能就出现失血性休克一个四代长期，出现比如说多器官功能衰竭，出现 DIC， 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话，这个病人的话死亡的风险会非常的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世坚大出血的呢？医生立即给他进行急诊彩超、抽取血氧等相关的辅助检查，同时给他办理了入院手续。
紧急 B 超检查，医生发现出血原因，女子究竟身患何病？平安365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很快，蒋世坚的彩超检查结果出来了。考虑是一个剖宫产疤痕部位妊娠。他曾经做一个剖腹产，剖腹产以后呢，就是那个子宫内壁上面就有一个那个瘢痕，胚胎着床就在那个瘢痕上面。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是指有过剖宫产史的女性再次妊娠的时候，孕囊着床在子宫缘疤痕处，肠道至阴道大量流血，以及晚期的子宫破裂。那么这个患者呢，实际上就是在胚胎生长过程当中已经出现问题了，就出现并发症大出血。立即手术终止妊娠，很有可能导致蒋世坚的宫腔大出血，引发生命危险。当前医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出血状况，然后再终止妊娠。止血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切除子宫，另外一个就是介入止血。切除子宫确实能够达到止血的效果，对于医生来说风险也较小，但失去子宫对于一个年仅30多岁的年轻女人同样打击很大。子宫的切除意味着患者再无做母亲的机会，医生经过讨论决定通过介入手术进行止血。我们针对那个子宫动脉呢，它主要还是归属于一个外周介入手术一个范畴。那么外周血管的介入手术呢，咱们主要是通过那个股动脉穿刺，植入一个那个建立一个血管的通道，就是血管鞘，然后插入那个导丝导管，在导丝的引导下把那个导管插入一个我们需要治疗的那个血管，我们把它称为靶血管。插入血管以后做一个栓塞或者是灌注。晚上9点10分，蒋世坚的妹妹赶到了医院。与此同时，蒋世坚的检查结果也都出来了，各项指标均符合介入手术的条件。你姐姐现在这个情况，就根据她目前的这些诊断、这些病史、体征的情况，我们考虑是一个剖宫产疤痕部位妊娠。目前她还在继续出血，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而且这个出血多的话，可能会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主要是可能会出血多，如果是出血多的话，可能会出现失血性休克，那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就会危及生命啊。需要你签字，然后紧接着待会儿就家属跟我们要一起护送他到这个介入室去做介入啊。我们主要是要做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他就说，我说手术大出血治不到的话，就必须得切子宫。当时我也说，不管是切子宫也好，切啥子，只要把这条命保到就行，我就说。看着病床上身体虚弱的姐姐，想着医生的话，蒋世翠的心里五味杂陈。一旦姐姐出现意外，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年迈的母亲？我都往好的地方想，我不能往坏的地方想。如果往坏的地方想，我想到我妈无法接受，主要是因为我妈就是我两姊妹，我爸爸又走得早，就因为我爸爸都走了好多年了，我就想到我妈就靠我两姊妹，我姐姐她一直身体都那个嘛，哎，想到不能说。晚上10点，手术正式开始。杨医生仔细地寻找着出血位置，因为他知道一旦栓塞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个髂肋动脉呢分支很多，你不能说在那个主干上面就开始栓塞，那一栓塞会把那个髂肋动脉所有的血管都被堵上，会导致其他的那个正常的一些脏器出现缺血甚至坏死。手术室内，医生们紧张地进行着手术。手术室外，蒋世翠不停地徘徊着，在她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担忧。她默默地祈祷着，希望姐姐能够手术成功。觉得紧张啊，就是老是往那个一个看，紧张都不出来，还是一看时间嘛，还是一看时间，紧张都不出来哈。哥哥打电话来问。姐姐出来没有？我说还没有。好，他女儿也打电话来，都打电话来问，我就没有，我就一出来就通知你们嘛。反正外头都是忐忑不安的那种感觉嘛。一个小时后，手术结束了，手术很顺利，蒋世坚的出血情况得到控制，
她的子宫也得以保全。很快，她被转到了医院妇产科的普通病房。面对比宫外孕更凶险的子宫瘢痕妊娠，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平安365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3月29日上午10点，蒋世先再次进入手术室内进行清宫手术。确实是在切口处，那个是宫底了哈。手术很顺利。大家担心的宫腔大出血的问题并没有发生。高铁站的一些有联系方式的嘛，都打电话来问姐姐的情况，然后我都跟他们讲了嘛。我姐姐好的，那些好心的人帮我们姐姐，不然的话，她这条命都就丢到那两天乱神，是嘛？你看她还那么年轻，是嘛？我就讲，哎呦，那些帮了我们姐姐的嘛，我们都记得，都谢谢他们嘛。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蒋世先的身体很快康复。谈起这次的意外经历，让他感到十分后怕。最初的以后，我以为就是痛经啊，就因为我以前就有痛经史，我每来一次月经，它都会痛，提前7、8天、8、9天就开始痛。原来事发前一周，蒋世坚就已经出现了腹痛的症状，他误以为是痛经，并没有在意。3月26日，他的腹痛症状越来越严重，这才赶紧到医院就诊。再去医院检查，然后他就说我宫外孕，他就是叫我第二天及时去医院嘛治疗。蒋世先担心在外地看病费用较贵，他决定回四川老家进行治疗。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回家做一两天之内应该也没有什么嘛，我就心想了，才一个多月，别人都3个月了才去做都没有什么。我那个才一个多月，不可能说坚持一两天都坚持不住。然后我跟我老公打了一个电话，我就叫他买了28号的车票，广州南到内江北的高铁，我就准备回来做那个手术嘛。坐车坐到那个重庆站的时候，我肚子就痛得很厉害了，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我都想，就坚持嘛，就想再坚持嘛，都还有一个多小时了，我就坚持。坚持到要到永川东站的时候，我就坚持不住了。像如果这一例患者他已经确诊了是瘢痕部位的妊娠了，那么他就不应该坐这种长途的列车回老家，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而且经过颠簸，有可能出现大量出血，风险就增加了。所以他应该在他们广州那个地方就找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院进行治疗的话，他是不会出现这样危急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像蒋世先一样的孕妇，因为对子宫瘢痕妊娠的不了解，将其与普通妊娠混为一谈。首先，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它主要是剖宫产远期的一个并发症之一，容易在早期的时候容易出现误诊，出现误诊了就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正常妊娠进行人工流产、刮宫这些操作。那出现这种情况，进行这种盲目的人工流产或者刮宫，它容易出现一个致命大出血，会危及生命，甚至会切除子宫，从而丧失生育能力。那在我们医院，我们曾经统计过数据的，我们去年一年占那个瘢痕妊娠占我们的异位妊娠的比例达到30%几，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救治中心，是一个妇科的转诊中心，所以我们转诊的我们附近地区的一些地区的那个瘢痕妊娠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比例是特别高。那这个瘢痕妊娠呢，它近几年是发生几率发病率是明显有提高。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前几年剖宫产它的剖宫产率是非常高的。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有第二次妊娠的能力，这就导致子宫瘢痕妊娠的几率逐年增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子宫瘢痕妊娠的发生呢？第一点呢，就是生小孩的时候分娩的时候尽量避免剖宫产。那如果孕妇有害怕疼痛，她
想在分娩的时候减轻疼痛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开展无痛分娩，因为现在有很先进的镇痛分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已经有剖宫产史的孕妇，如果一旦怀孕了之后出现了阴道的流血啊，或者是主要是阴道的流血这种现象，不能够盲目的仅仅只做保胎。比如说有些人他觉得自己休息一下出血没有了，他就不到医院就诊，这个是不对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及时的就诊，通过检查来发现这个妊娠部位是不是正常。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已经有剖宫产史的妇女朋友呢，没有妊娠的计划的话，应该尽量避孕啊。如果一旦发生妊娠的话，出现这种情况，那风险程度比没有剖宫产史的人呢，他的风险要高一些。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已经发现呢是瘢痕妊娠了，疤痕部位妊娠，那么就尽量是到就近的有条件的综合实力的医院进行诊治。平安365提醒观众，孕妇分娩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顺产，有过剖宫产的女性如想要二孩，一定要遵循医生建议，严格避孕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备孕。一般再次受孕与上次手术间隔的最佳时机为2到3年，一旦发现自己停经，应立即到医院就医，确认是否怀孕，早期 B 超检查了解孕囊的着床部位，一旦确认为子宫瘢痕妊娠，应听从医生的建议，考虑终止妊娠。2019年6月14日，公安部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4个月的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杜航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今年以来，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事故同比减少30%，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实现了零发生的历史最好成绩。杜航伟要求各地要借力借势，加强农村交通安全整治，要将组织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与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牢记使命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